定庆十年节，今年李宁结良缘，除了亲兵故将郎元气，新郎康德李未完，夫人夫人来不行，弟兄本亲和儿少爷，太子他乘龙上飞，玉堂壁，他不上下难寻见。情深淡，半用光寿，天下事，成年受楼子迷奸，举债度人难为己。少爷分亲，娘儿少爷带去，铁蛋向你空为消堂。这个银雀王爷，早已上了府子。那边新登些家中进门，一见万家算美之计，把您四楼何以为之？那三少爷他不应到临头，遇不得他俩，反不知。在什么？买书的。哦，万家今日宁亲。不恰他。哎呀，夫人啊，前一个圣书名声在外，我可是冒名而来的啊。哎，喏，是你帮老个后金堂的客书，传送你锦绣书画的长本。来来来来来，都是绝世好书啊。这个幸运啊，我好事，好事，生逢乱世，惺惺相惜。也罢，这些事。我且带万个字收下。啊，成色不错嘛。夫人，我这里还有几卷子，哎，送客啊。也好，乱世上书，小心为上，告辞。夫人，外家言是故本，但是故本，所价便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岂不独天伤官？君子啊，行功备了，休妻家将，休妻家将，深藏证券，以防他。夫人，夫人，夫人，二少爷找到了，嫂嫂替他披红挂彩，登堂迎亲。夫人，二少爷。把一束花折销夺走，正在后院进封李氏。范勇，天一个正等着你结为旧妻，你也太过分了。是先生之堂书又来求教于你了。先生生前著书立说，身先大悦，此举之德经不忘托书天一个，此乃先生与万家天大的
原本也。先生，请过领此酒。此酒不铺在街，斯文浪迹，藏书人将何去何从？天一个苦杯，勾起腾身，把用苦杯行卷一自己，但兄成亲。此计何扎，方才何阔，生死无计，闻语梦牵。待苍天，待苍天捧藏书，要拜仙言，四书楼成朱颜，而来神念，风雨歇霜起，兵荒马乱，传心腹饥风马，苦旅历劫。此先生有本事，江湖飘零，何时上苏河了无所愿？年轻时杀死梦，死后忘了，今天何等他是要你承担，拜拜李子能解了难。姨娘，先生风波期间把用人刻在心，如今正是一人莫尊方才拜书你。太兄成亲正是为了四类贵贱，二少爷你可非也。姨娘，先生明日到生烟书做雷落人，太兄成亲万用不坏。哎呀，可花轿临门不太露，不妨在烟香高请新娘死的。莫非你不想让他进门？那就要看他与天一个有没有夙愿了。何谓夙愿？哎呀，姨娘与天一个便会夙愿。夫人不好了，那送亲的人逃到房子里要进门，家中都已经带进来了。哎呀，二少爷，这是晚上新郎一扇夸夸宁气怎样？
情伤。可惜把你梦爱过一家斯文女子，万梦有心也。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一阁中万用公子。那夫人你就跟我说了，才知你朝朝暮暮，春夏秋冬，苏磊威严，苏磊红毯，好一部气派的嫂嫂，他是负责五个女婿都有得腿了、啊、见到了，我终于见到第一个了。闺中婆娑十年前，长夜苦夜起转眼，梦中红尘心愿等来色圈，今心愿嫂嫂爱苏添一个九字不得，这是家有苏贵用儿你跑来添一个古中训练，代代相承恩传，今朝身旁多留意，字字句句在心间。朱贵女婿，长叔孙叔爱叔敬叔叔伯特哥代伯正叔女伯特哥的哥嫂错，嫂嫂，百万。嫂嫂今生一天一次变生死缘，师母此次生来我是你等待父子多年，谢谢母啊，幸亲母啊，你怎么是急中孩们进来了，新郎无婚，新娘可嫁，搬家对不起你呀、啊。母亲，我要东来读书、啊、我的大嫂奶奶搬家住贵地人家，你住进家门怎自家，在母姨娘细细讲天长地久，你要把年良。哎呀，大喜自然，大家高兴，一家人不是两家娃，天一个正等着你的嫁妆养尸呢。母亲，此亲此家为人为数，今朝晚门不输不成、嗯、既算此次父神
虚怪之气俱受怕官吏。来，将家庄派进通房。大嫂奶奶，大嫂奶奶，大嫂奶奶，王勇，你李子先生，你听到了没有？范家又多了一位命中注定与苏结缘的女子也。啊
也必曾吩咐苏乐周迅下跪，岂能违背？想不到苏相四家竟是此宝塔圣泉。四千呐、啊，添一个宝的橘子残，谁的橘子缺年啊？俺家子弟来江州，千差万卷的滋味，只管寂寞自遭遇，欢迎落到孤城去。大道真心不真实，年岁饮酒不醉，听真有余心，不妨别用桃子花子泼雨。主官无他法，这次一定命于凉州清府。外门思想人家苦闻之晓，此乃何人此联啊？大众所言，乃立子对联。花家才女到底还是嫁过来的？婚约在前，自然当家。哦，本官误会后听说花小姐自家外门却未见新郎啊。空房多岁若莫去年岁，多是神呀黄昏人，真美我花枝飘零水绿啊。有心七彩长相思，思千秋原来是家书而非家臣。神母家丑万策，这你来娘母小姐却不得亲来。早知如此，我埋下这种俗策。只怕你大人有钱虽买，我万家不幸出身啊。十年前天一个张兄问题已成书了，万家早知有你这样的媳妇，何必多此一举？前辈该是家祖训，外人又何必枉死揣摩？稍陪了。好一个心高气傲的思想女子。孙大人，
万个字。自负大驾光临万永来，日夜不万望大人赐罪。说官升堂，我乃堂堂自负，免官解袍，破苦也解俗生。你我都是常熟之人，上辈人数往来不绝，后人又何必如此生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家务生与孙老先生吃醋说道，交易匪浅。我父为登天一个多数，三困一求，算万夫家贵盛业，从不通用啊。好在大人不计检验，组织官保等不义之门，令万门蓬荜生辉。大人请。大人不计登门，不知有何功过？哎，国王家破，微臣旦夕，国王近来改朝换代，杀一儆百，托俗人从来首当其冲。哎，你就不怕这满国藏书引来杀身之祸？原来大人是劝我买书避祸啊！生死有怪，非同小可，万事照做当说才是。三王府的改造换代，文书会典比比皆是，传书却越回越多。为何？为何？乱世堂书生是否的，他都不忘，素文不免也。好，好，提一个故孙，单是故身，豪气冲天，实不相瞒。今日请来为的是一本书，一本书，一本你朝思暮想的书。大人请讲。可怜可怜子，今世还说书，夜夜风归神。句句离火走，自引起高王永在当庭之时，也当文字将不说江湖。他是来自文书的，李子的文书的，无意之文书水道之下的，怎么不管什么，用金书的书，还用不过千古奇书，当世无愧。倘若错过，以后终身。原来大金脸过，想不到对金书竟如此赞赏。列朝列代，生意巨著，乃官家所见。标定千秋，万个字，此乃后裔。应应于商业大书，藏于民间。好，藏进不进书，乃朝廷匡令；藏不藏书，乃你我书生之罪呀。此次发来，貌似藏字也才疏不止。天一个不就是藏了些许几书，放寿人金娘子？哦，大人呐，天一个不一百年，寿书藏书。其数千帆圈，我是不醉不变，这本不错，这本不言，
知他不信。流于深深来平定。好，既算至此，我可以助你舍得此书，此话当真为此而来。作家多少文银数万两，千古奇书方有所成。不贵不贵。想当年王思政为给宋白还俗，不惜将一座庄园变卖，此乃常熟人千古风流事迹。大人不贵不贵，况李子之书无价之宝，偷家万家岂不修成。这是仓促之间，文英色难走出，王大人专告买家与木喜死则万各自，天是两极不可错失，前道书道故事不好。哎，大人大人，拜托拜托，千万给我留日之数啊。你就不怕我见题发挥替你死贼。大人虽问您十万两，别留此句与我，有大人亲笔题字，我怕从何来。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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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先生，你可能听到本书已重新讲，你身间的特殊字样就要色颜了，空空寻觅也遭远落，上书何必上乎其才。这本书终究测验了你万事过日的天平真经，江陵凉，天阴怎么上天阴着我通灵神，千差万卷生命，天阴着我天一个为我去诉不了情，一生生中中的病苦一朝万般感谢，一朝上诉中和平复一朝晚拜三喜，先生文书的身高有下落了，莫非孙师傅为此而来？真是上书何必梦想人生，此乃上书人之他心也。可这场不妥，书他何用？不妥何因不妥？嫂嫂乃财经之女，啥想读书
这么远的事你做来便是。嫂嫂，这便是一本好书。此是新语。怎么样？刚刚收来的松板真结也。嫂嫂有所不知，先生文书万用期待已久，如今已有冰山一角。这是乾坤十难抽出。我要卖掉那八亩良田，卖掉良田一手文书，卖点水书有可开亲宴，不成分落光、哦、新娘颜色姨娘忙上，或是你来替我操持家事，我就享福了。此乃名义，十年前十非一地带兄曾随书人，今日天一个掌门弟杀我妻子，姨娘寻我于此啊、哦、那我就承受了吧。大嫂奶奶，天一阁的孤本技术啥不擅长，啥会清兵使用，一战查抄必胜后端，故而轻功贵了，虚气加强。可腹中早已囊中羞涩，虽不复测，二少爷与别卖了两天一身一身文书啊。对，二少爷想收文书，总该成全他吧。
夫人，天一个岁数天经地义，为岁报数满是边卖两天，就是倾家荡产也才数不止日夜。大少奶奶正是知数大理，所以无论是岁事还是七强，眼下最缺的还是宁良啊。二少爷为岁问事将爹妹，啥时间添一个多了两郎配？须家将金榜征君到红尘，不宁良才华莫良哪里来？眼见得万家深人难为继，大嫂奶奶，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成，是茶是水心底满，添一个姐身徘徊，十年夙愿一张脸，错了人数两分开，与此心不曾见，不曾啊你不是云落苍楼台，只要夫人了悟心愿，事情假装请为苏楼所欲。四千啊，我在房门十几年也从未想过上四楼，你在金门寄人却非要破祖宗规矩。话是千代假设你为的就是登楼读书。记住你不愿与夫家同甘共苦，那不妨暂为娘家宿舍，等晚清回来再。夫人，我几经晚门绝没有想过再委屈。夫人，这书楼我一定要登，事实不传你就莫想当我家长的旨意。姨娘，你看看你看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呀？说了些什么呀？还不是要登楼读书，他才肯出钱收书。只要嫂嫂肯出钱收书，还是艰苦从上记忆。哎呦，你想说什么？用他登楼就是满了家规。这我知晓。你知晓就好。知晓？我知晓什么？姨娘，我只知晓我眼前有一本书，那是我命中注定之书，实在不能与他相拥，我就为死。姨娘，你这万门十七载，你不接我谁接我？你不帮我谁帮我？又来了又来了，又开始不认情了。十几年来哪一本好事不是你这样呼天抢地得来的？这次可非同小可，这次可是李子文书收稿，况收价不贵，只要十万两便可收下了。
到半了，这是什么名包啊？我的冤家，身家性命皆不好，去快公文哪里找？要去死前你去去，趁便把我也卖掉。我去去，好，我自己去去。当天一个子母去救，且不说他天下难负，就当他是有谋天下之大不为的，也不尝试已经让我总是半转心境，再来一部文思引护少生。哎呀，罢了罢了，见好去睡吧啊。二少爷，你听进去了没有啊？我亮，我亮，我万用真的我亮，我梦天地初一梦，人生为人来世间，但为夙愿历艰难，生命千差与万卷，何人解我色素痛苦生死忙心忙转，不是凡俗枉为人，投一这里生死劫，生不自私自身巧离子，归不顺把你哥哥去领金的吧。二少爷，你要做什么？李子先生，你为主文书特条为生，而今生疏不认，天地各自有为先生，你也到各端亲自上去，这先生在天之灵特家，天地各二少爷我去。去娶她，娶她祝你岁事。二少爷，二少爷，大事不好，大少爷他这样子一定干吗？
成婚恰落灯红方永生更自笑与素今夕故人，凡有铭记在心，曾几分年轻不忍见。来不来接受色卷暖苍香一心要记告诉金门西风多从生天一个见孤影一程你是笑一曲我来孤枕，心牵牵，天牵我发。嘿，
结果个好事，什么？莫非连宁阳四海的吃一个也已经？个倒是噻，托我马氏一心指引好，我就是指引我多要了多要了。一声叫声，一声叫钱，指引我要付钱，不是我不通用啊！那结果个等着救命之人。先生要到哪里去？东海小道，找夫人家。先生，莫非你就诚心宽着的包租花城会飘成烟？先生休事，我休钱。等等，我有一妙计。有啥妙计？我留的在我府上小钱机上。啥我？凡有我以三穷水尽弹尽两绝，莫说是一本书，就连一页书我也买不起了。恐我有事有字有笔，我可以把它抄下来。抄书？还敢许多书？哎，侬抄多少呀？当年只用抄千字文，一抄抄到八百本，我为何抄不完？抄得完，抄得完，我即刻就抄进你筐，养好。哎，抄书啊！Thank you.
添一个副松宽酬机，万个子故作以后有心呐、啊，说说清楚保守机，我相知之苦，此乃新娘家长，添一个真是好福气，但不知你俩祝福，凡家风景则都不少。恐怕是这伤不多吧，他人莫非不信玩家的诚意、啊、兵荒马乱珍宝必成，也就保守存银两不够啊，晚差多少、啊、不下三番，三番、啊、算大人，孙大人，孙大人，孙大人，万大人买过书生人机，听我见那满家传话，就是今日江苏上去添一个万用刻骨铭心马刺国防，万个字万个字，你真是长寿长胆量，难道你外没有宽敞，那买家就是我孙大人，那就请大人通用通用。哎呀，为什么不肯通用？实在是文书话有所成，狄家出身江湖上招人知晓，也有负先生成名。哎呦，你是心诚，当三块一枪哦。莫非大人欲报当年临阵求手不得之所愿？非也，当年我父三愧已求，只会登过读书，今日你三愧求书，非是我，乃是李子先生也。奴儿膝下有黄金万两一块，一位先生此举观天同地，也能不同无事。那三番两银我就不要了。为防报丧，凡用亲人难忘，朝思暮盼。不是文书，因为先生对天一个之海望，又说天一个百年长寿之美女，为得征求，稍稍不惜嫁妆，烦闷不惜买点，急进切切，万用姿态别得去太古跟你回复。对，万速万用于你。Run!
来，多少代穷尽好事无数来。八年来父子团圆，期末中八年来儿孙留下清贫色，八年来天地风情在心灵胸，八年来千曲万马过去半半老粗上不坐，今能里西下黄金八宿群，好强大，好破鼓万个字，书中自有黄金果，书中自有野事，可你万家藏书却藏得灾难告状，生计快乐，你到底说不清谁来呀？藏书人儿归旧书先中分，梦醒门苦中作落后书去，既藏书一字一句且未说，还藏书一章一半未句，不藏书一茶一卷还未语，一不藏书一句一点记一分，西藏书一下一香叹为宝，落藏书一楼一个千峰门，落天同地千鬼灯复苏黄，西下黄金八宿生母肃然起敬，可你怎么长一段夜色听一个收藏文书，莫非你不怕引来杀身之祸？大人，今日文书看如今回八家之书，算只是冒昧，冒失身上四金三把，四金方能流传至今。啊，冒昧举世九分，四金可不存也。孙大人，凡用与你三块两凡用。专心要求凡俗正字正言传用经，天经生于世怎能不成人，正权贵子官犯得才明白，祖先杀给咱们心生气口，子孙杀给咱无女来祖先，上帝上帝本一次上阵，天地军情杀罪本，红官会他八年来凡人用作造物同罪，有上书同一生满天清辉不大成，月清
谢谢王金把夫娶，夫臣天命能屈能伸，可敬可佩。为君文书苍天可敬，又有此心观天同地，那三番两礼一别够笑。他人书生意气长城，反用邪了啊！妈，什么玩意儿？一时想透个字，带不住死活啊！奇怪，这言不回，但将无法。此次什么唐脱了？你兄长在扬州玉帝上面。下了在金女好恨做红身生梦我我死前又来一句求个子成全我在自家恨臣此话从何说起？臣母气力有三，这也臣母武器十千不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孩儿得到十千未济，笑你万家暖人受暑，女子张门。这三呐、啊，臣母乃堂堂朝廷命官，一朝平事成德，我也是尚书，你夫也是妾，此生无关。花不轻易，家满门，怎能再得尊夫？还个子，女子上楼当飞将，千军的你恨人。万个字张口问死，闭口立字，当知道他对朱文君这家司马相识也是赞叹不已。万个字钟情立字，莫非算公好容也？身母有情，天地可知。倘若万个字肯皱眉，戳着登门迎亲，你一手叫人，我双手。风苏臣人不为万个字，万个字，万个字，这乃贵妇来报，是你家夫人绣娘被压，您在当心。哎呦，哎呦，谁？家家
人，夫人，夫人，家乡也许苏来安稳，你放心吧。夫人，二少爷晚必回来，天一个风雨飘摇，朝夕难保。此前二少爷虽问世，多亏了你呀、啊，我半家对不起你。夫人，夫人，你何出此言？此前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家道半家，无事无人，你后悔吗？毕竟万能，事情之下等论读书，来到夫家方才知晓，天一个丈夫真是难呐。放弃那为国捐躯，死去我不悔，不悔死去。我知道，知道你心里苦，苦谁念我们为你天一个与夙愿的女人那夫人。我这一生来世无多，有件事想托付于你。夫人，请讲。死前，暗涌自语，伤娘亲，凄风苦雨，抗人人。女人的本分是不暖。
几次里。妈，夫人，夫人，夫人，二弟，二弟，夫人，他，姨娘，姨娘，你不要紧吧？少爷，你回来了，王四睡倒了。啊，夫人，夫人，二弟，我去接呀。姨娘，都怪我不该休这家家。哎，不休家家，请病一道，保是死后收藏，反有有关。桑姨娘，切尽了苦。姨娘，我不想再上诉了。你可千万莫做此想。虽无万家长世的暖人，是万家女人的荣耀啊！托万家长书，为何要万家女人托这般众人夫子之代价？此乃天命，天命，天命又为何对我长书人如此不公？我苦苦挣扎，恰遭灭顶之灾，到头来。名山做事不知万岁什么数，至今连累姨娘身受重创。姨娘，我对不起你，万家两代长书人，对不起你。曾记得你二八年。家白门不有两代长书人，一生相许添一个恩，世事无成之情更深，反卷藏书洒口送姨娘永思。先辈之子，这都是姨娘该做的呀。阿勇，万家长书已到了紧要关头，你可一定要守住啊！此间文士虽微，粮食寒冰，众说寥寥一张心愿，姨娘。孙子夫以万岁为由，要去嫂嫂做他的夫人。什么？此乃天眷我禄也。姨娘，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伴佑，你不要难过，我们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办法。我是文书，为何如此艰难？可不是文书，是否对得起谢爷？你也怎能关心长世岁数是你的命啊？可一人王所起的交易，我愿意为天一个可以交接事情的，三儿可以让他带我操持这个家。看来你命中注定到岁数了，他命中注定
不是我范家的神呐。姨娘，你想说什么？死去是慈爱死人，他岂会袖手旁观？当初满千要是愿意撑住你手死人，死前的命运就比今日。我嫂嫂慈爱死人，怎能让他离开？让我去吧，嫂嫂。我嫂嫂，二弟呀，只要听一个能说的话说，此去我愿意折腾百倍。此去，我恳请你，范家世世代代铭记你的恩德。姨娘，姨娘，哎呦，即使他才是我范家的好女婿。借孤往今来之作践，先生祖孙我长孙，三代神书也通知天道，心惊呼存之为天爷个陪先生，好比是天陪地色陪月。天造地色天机地宜呀。
说，今朝在这天一个，在这千差万确、千生万幸之前分手啊，凡勇恰要与你诀别了。分数在凡庸手中失落，像那空留藏书，藏书再不能在这天一个内，何必了？先生，你当知晓，凡庸别墅比先生般苦痛，凡庸别墅死比父母般伤悲，凡庸杀手敢管那些寸骨之心，凡庸杀手杀杀的原味杀不得死接触永远
情愿笑，三生有姻真眷，心在乎，此事相空，从小生当不从，玻璃白门。本是神乐曲，我是郎情到此今方知晓，此情一生为红颜难割舍，情丝千缕长相思，永相随，红酒添香一次。
奶奶为家万门哭多少年，他总舍得离开苏来。也好，也好，二少爷，你去告诉大嫂奶奶，就是天一个字要请他登门设卷，就是天一个字要请他同生苏来。二少爷，大嫂奶奶是，他至于真才万门，才能是真。苏哈贝才能保你二少爷不被陷入陈苏之子之死，他才能真正与苏结约，他才是真正上了陈苏呀。
用国王家破了，沈母曾书凡四川天一个，这位托书多有冒犯王先生见礼，先生曾有他因阴雨三夜，他夫藏于民间，沈母万策征军，怎能征讨万夫，诺而夫死还了。万个主，宁不认错，孙知府率兵拒敌，身被重伤。林仲景命我能赴本书进献一个，遵孙夫人之心，孙夫万转家书，请托付天爷之恩了。家人与王国藏书之难同，万个主，国王啊，书门了，请下做书人，想让你这天一更了。逍遥间一定七斤家家，王宗羲等
生天意的耶稣，不配自己望子成义祭祀，常叹作苏难，常诉于难，常自屈而不堪，则难自于难矣。也切切三年，清政府转去司库转诉，乾隆帝下诏增天下一粟，添一个印诏，卷藏书金千层，从明至今私报于民，添一个臣岂莫添唐肃臣子，陶寒岁却永记四恨。唐肃臣岁岁不念你。